原标题：金日成访华，开国少将竟说老金可想死晚了。后少将受到批评，众所周知，共和国的开国将帅都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中，过着最艰苦的日子进行革命的。不过凡事都有例外，有这么一位开国少将，他在艰苦的环境中过的却是吃香的喝辣的好日子。当然了，能享受这一切都是他从敌军手中抢来的。这位开国少将就是王明贵，1910年生，吉林人。1934年，王明贵参加东北抗日联军，军长是杨靖宇。后来抗联遭到日伪军的疯狂围剿，被迫越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，寻求苏联的援助。而王将军也一同前往，任苏联远东红七军第88旅第3教导营营长。关于王明贵少将的丰功伟绩，在这不多说，只举一个例子，足以证明他的卓越能力。以此，军报记者采访王将军，主题是：我军的艰难越苦越好，我军的牺牲越惨越好。采访时，记者突然发现王将军一直直勾勾地盯着自己，忒吓人，于是赶紧问为什么。王将军不高兴地说：我怎么觉得你这不是要采访我，是特意过来寒碜我的吗？记者连忙回道：哪敢呀，咱就是问您抗联当年有多艰苦多顽强。王将军说：你干嘛老问我挨冻受饿让鬼子追得有多惨呢？实话告诉你，那时候鬼子的军官吃啥老子吃啥，他仓库里有的老子打关东军一个汽车要什么有什么，山上飞的水里游的除了老虎没吃过，啥山珍也喂老子没吃过。你也是当兵的，你说整天挨饿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仗，谁愿意给你当兵？这样的话我能扩军吗？记者听后连忙说是。其实王将军说的都是实话，那时候王将军的队伍在他的带领下不止打鬼子猛，日子过得也不错，大鱼大肉是常事，每天晚上还有留声机听。要知道在1940年左右，北平上海最有钱最纸最金迷的地界才能听到留声机，而这一切都是王将军率部从日军中抢来的。有次抢物资的时候，王将军朝对面一辆车扔了个手榴弹，一车的人全炸死了。后来才知道那车里的人是来日军前线视察的领导，级别最低的一个都是少佐。说回采访的事，后来记者又问：库楚科一仗您打得怎么样？王将军一听这问题又不高兴了，他说：你干嘛老缠着我问库楚科那一仗？老子那一次西征兴安岭大小16仗，除了这一仗，哪一仗让小鬼子占过便宜？你专追着我问老子吃败仗那一回，你什么意思？记者听后连忙道歉，表示这一切都是上级安排的。当然了，王明贵少将不止打仗厉害，他的战友也很厉害。其中有一位便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，他们两人的交情可是非常的好。在东北抗联改编的苏联远东红旗第88旅时，金日成是1营营长，王明贵是3营营长。建国后，金日成有豪访华，王将军组织仪仗队在机场迎接，敬礼报告欢迎。一切礼毕后，王将军立马上去搂住金日成的脖子说：老金可想死我了。金日成欢喜地用东北话回道：老战友，我也想死你啰。不过事后周总理却批评了王明贵少将，因为金日成不是当年的营长，而是国家元首。金回国后特意给王将军发来2车皮苹果，王将军都分给部队了。喜欢的话多多关注，多多点赞，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，谢谢。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，欢迎品读。返回搜狐
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